大家好，我叫顾亚飞，我的题目是香港。香港在中国的东南部。香港在珠江和南海的旁边。 香港恒大425平方英里。 香港过去是渔村。 在1842年，英国占领了香港。 在1997年7月1日， 香港回归中国了，因为。 香港是一个国家两个系统，所以香港有很多自由。香港是广东饭的首都，广东饭有清淡又好吃，金银笔记和海鲜很好吃。香港。 香港人强调中国传统的文化。香港人会说广东语和英文。香港人也强调儒学，儒学强调无论，准弟子、爸爸、儿子、兄弟、丈夫、妻子、朋友。 香港有很多美景，你能看维港、大佛和山顶。维港很美丽，和贸易港、大佛很古老。山顶你可以看香港。有问题吗？ 非常好。It was messy. 非常的。